第一次在金门举办的祈安护国又名大盛会，一连七天，四月九号到四月十五号，在金湖小巨蛋的体育馆举行开箱仪式，为823炮战还有古宁头战役的壮烈英灵办理一连七天的大法会活动。战争烽火无情，为了感念壮烈英灵的牺牲，因缘际会之下，以新北市万里祭安宫为首筹办的，邀集北中南宫寺庙参加，和金门各地各单位协助齐心完成的盛会。台湾感念在金门823炮战以古宁头战役牺牲的有功英烈，所以今天由万里祭安宫发起主办，主处金门癸卯年祈安护国又名的大盛会，借由各宫庙协办单位来举办遵循道统道教的法会，并希望这次能够法会超正法会战火中英烈的牺牲精魂能够离苦得乐万年来放下。而这一场是由新北市万里祭安宫筹办的大法会活动，遵循道教正统科仪，敬邀高功法师临坛演科，所有议会工作人员戮力齐心，超荐有功英灵能离苦得乐，往生善趣，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襄盛会。